Garmin Golf 的会员订阅加值方案，可以通过 Garmin Golf App 来进行购买订阅。Garmin Golf App 一，打开 Garmin Golf App。二，进入选单。对于 Android， 选择左上角的三条横线；对于苹果手机，选择位于右下角的更多。三，选择 Garmin Golf 会员。四，选择开始免费试用。请注意，在30天免费试用期结束后，会员资格会自动续订，除非提前取消。五，按照提示选择每月或年度会员选项，转移 Garmin Golf 会员。只要使用相同的 Apple 或 Android 账号，会员资格会自动转移。不过请注意，会员资格无法在 iPhone 与 Android 装置之间转移。取消 Garmin Golf 会员。要取消您的 Garmin Golf 会员订阅，请参考影片说明中的以下连结。一、iPhone、Apple 支援。如果想要取消 Apple 提供的订阅项目。二、Android 系统、Google Play 说明：取消、暂停或变更 Google Play 的订阅项目。